2020环澳2006四三七，上手的感觉是以小型的母鸽，它是做出者是陈少斌，传承百年坚持一甲子，它是并合境西翁，日本的鸽界之神并合界西翁，并合境西翁，西翁鸽的下代，由并合境鸽主陈敏生引进，陈少斌传承。眼睛特写，他跟著名的西翁鸽，红色所有的西翁鸽都是同一个血缘，尤其是3546这个家族是完全同一个血缘。小型比较轻盈啊，这个毛质足油吼，足富含油脂，足富含油脂。非常精巧，非常精巧的一西翁鸽，红色西翁鸽，源自并合境西翁。